她叫叙，叙述一个女孩，她在等待一个男孩，然后那个男孩一直在期待那个女孩，等待来期待去，一个在等待，一个在期待，叫做等待与期待。等等啊，等等，等待期待嘛，因为文学造诣不太好，我要重修语言学。那，其实一个，你该笑。翻译成英文了 ，waiting and yeah。哎，这个你看，给我先请教你，不然你讲嘛。好，我要去里面麦克风。两位，你应该会吧？你应该常常接触公部门的外国人。什么？没有。期待怎么讲英文？期待哦。I hope。有谁会讲期待英文？不是孩子那个期待哦，是期待。哇，原来你不会嘛，就好了，反正就是等待期待了。待会儿会再告诉我。听听看啊。
害羞又不敢说出来，又去告诉我。啊，我就在跟你讲嘛，你早点跟他告白，让他说让他脱裤子去美国，他说还挺自己的。活该啊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相爱要更好。还担心什么哥？赶快跟你喜欢的人告白，不然他就会跟你说。说白了。Thank you.